从前有一个美发院，其中有一位叫做工作人员，还有一位是妈妈带着小孩。其中有一位是胖女儿。我们现在开始叙述故事吧。大家快来啊，快来！这里全面特价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去剪头发。大包就好。好。有没有动过那个？我假装妈妈，你看，比脸大。你有没有追过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妹妹嘞？我不要。帮她剪短。安乐，要不要我帮你洗一下头发？哦，那好啊。阿姨，我可以看这个字吗？可以。来，躺好哦。没有，你不用躺，我不会这样。这边的美容院的服务人员非常专业，非常人好。不要吵！妈，你看狗狗很可爱。妈，你看这只猫。哦，很可爱啊。这样可以吗？超好的哦。OK。好可以哦，谢谢。那你们要用吗？他要剪打，也是一样打薄，然后也要洗头。OK， 好，来，女儿，来看女儿，女儿帮你洗。喂，女儿。哈？要去洗头了啦。不要，我先帮你洗头发。不是，等一下，要先剪头发。哦。啊，给我啦。啊？我要先剪。不要乱动哦，阿姨会帮你整块。那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？你看一下，转一下卡通那边。卡通。好喽，那我们去洗头喽。来，妹妹走，妹妹。妹妹来。妹妹，坐到那个。
是。会不会太紧？不会。我往前一下。Hello。谢谢阿姨，不客气。好了，妈妈先 OK 喽，再收250。谢谢。好了，可以往前走。好，谢谢光临。谢谢光临。谢谢光临，请下次再来哦。好，谢谢。从此这家店生意越来越好。